灿良，灿良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今日是我生辰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不太习惯。多看看就习惯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我是来，我送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好漂亮的这个链，生辰礼物。电视机。谢谢。行了，你们都出来吧。这是大伙一起凑钱买的。我会记得这个人情的，我很喜欢。残灵，你就只喜欢坠链吗？啊，就是啊。送坠链的人我也喜欢。